东山岛与古沙洲在哪？东山岛与古沙洲是神奇的浮水沙滩，它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旗下村，面积百亩以上，是个澳学浮水滩。旗下村位于东山岛的城镇，距离金銮湾景区约有30几公里，开车约要30分钟左右，是小岛上比较典型的渔村。与古沙洲的神奇之处在于退潮的时候才会出现，而涨潮的时候会被淹没于茫茫大海之中。退潮之后的大海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像鱼骨形状的沙滩，因此而得名。